不行不行，今天这隐身弄到这么晚，哎呀，这真的是。哎呦！但是之前我们说过。 今天黄渤老师是全民街舞竹林的身份，所以他还有两个特殊技。哎呦，哥厉害喽！他的特殊技是什么？我好想知道是什么。 Someone back？ 黄渤老师，你的特殊技是？其实。 就还好了，就还好了。哇！直接复活他们，我说谁活谁就活。是的，您可以任意复活刚刚您觉得最遗憾的任意一组。哦。我们四位队长可以每人告诉他你们刚刚觉得最遗憾的那一组是哪一组，但是最终决定权。 是黄渤老师啊，等等啊，哦，是这样，别了，绝了，哎，不行不行，今天这隐身弄到这么晚，哎呀，这真的是，哎呦，哪一个？那个黑五个人那个黑怕，五个人黑怕吧，啊，还有哪个？ 对对对，五个人，哥，我还没想好，你让我再想想。还没想好？可以，我琢磨琢磨。好，把它掉。好。黑怕。一组对吧？只能留一组。啊，哎，我们可以一个一个人说推荐什么吗？可以，当然。我推荐，虽然很难的选择，但我推荐 Hip Hop X Crew。 Me too。 我也是，白蛇青蛇那一组，林元莎莎，有点耿耿于怀那个 popping 那一对，吉阳、周游和达达。突然这样一说，我觉得眼前一幕幕刚才都好精彩啊！啊，是不是？嗯，我打算把复活的这次机会给刚才的。 给刚才的那组 hip hop 选手。X Cool 五位舞者集体复活，恭喜他们晋级。是的，五个 hip hop， 是的。那一组里边，其实个人能力有很多也都很强，以后会有机会看到他们更多其他的作品。对。 第二个技能会是什么呢？很强吗？这个技能？哦，一博一星一起请所有人吃饭。哦，好，真的假的？这个可以哦。好。 可以，这还不错，但前提是 battle， 是的，这轮 battle 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经典，它叫做抢七大战，也叫做 seven to small。每位队长可以请回两名队员，不分是从哪个街道晋级的，加入这场八人的抢七大战。 哇，这个时候要拼体力了耶 ！OK， 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 battle 了，Are you ready？ 哇哦！加油 ！OK， DJ drop the beat， hip hop hip hop， 呀！ 你已经积6分了，有好累啊！
一串接了，火了。真的就是我有点站都站不住了。我回来了，只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黑怕的 battle 可以很强，证明给别人看 AK 豆豆风格来了。